洛医生哥哥对男人的杀伤力。说什么？许嵩哥哥，你好，我是昨天那个花痴女。那今天不花痴了是吧？也不是。总会在不同阶段爱上许嵩。我喜欢你。哎，我也爱你。你来吧，嵩哥小心别割到手。许嵩根本都不割手。真的笑得好勉强啊。有一次我牵手，就牵着牵着我眼前就一片漆黑了，因为他把我的头埋进他三秒钟以后我才恢复光明。还好了，其实再发生一次又怎么样呢？这波婚事我随两千接汪苏泷账上。哭了，许嵩出来唱那个《有何不可》，刚唱了三句你就在那边飙泪。嵩哥，你不要看我，我唱不出来。我转过去。第一次听嵩哥的歌，当时我在读小学。嵩哥的歌，你不管什么时候听，你都会反复的爱上。男粉可以有多硬核？没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许嵩。许嵩，你都35岁了，什么时候娶我们？什么时候娶我们呢？许嵩，你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呢？还可以再等等，我再扛一扛。没事，我还年轻。那么接下来，老公。看到学员合唱没感情后，直接以身作则。亲爱的人，请你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久的时间陪着我。亲爱的人。谢谢你这段时间陪着我。终于懂了老来俏这个词。原来这些歌都是他写的。少年自由少年狂，青丝